今天我们就来抢先测评一下马上就要上线的 S2 手册。先说说我这一次最喜欢的 Koshka 狙击皮，从方镜到枪身再到后托都相当完美，就是这枪管吧丑的一批，又大又黑又粗，不过好在拿在手里基本是看不见的。第二把枪呢还是狙，全改模了，而且很有特色，但是对我来说不算特别惊艳。不过由于是208的皮肤，它的价值一下子就被提高了。目前呢局内的解报还没看见，只能看看外观。 HBRA3 呢这次的皮肤几秒非常清晰，整体的改模属于是走了一个疯狂麦克斯的流派，特色是有了，但是整体的美感我觉得不够，我更喜欢最早 M4 以及后面宝箱短剑的那种废土风格， Q33 的那种也还可以。新步枪疯牛病的皮肤，枪型很好，就配色吧一般般，等套个赛季皮肤上去应该能直接提升一波颜值。 QX2 呢走了一个微改模，凑近一看整体的效果意外的还可以。 AMR 呢就以贴图皮了，我觉得不如之前染冰联动的老婆皮肤。总的来说这一期手册我觉得有亮点，但是整体不够惊艳，美中不足。